嗨，大家好，今天终于有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日常墨镜。我也算是个墨镜大户吧，然后刚刚在家里上了下各种翻找，找了几个就尽量把不太雷同的找出来，好吧，然后给大家试戴一下。首先今天分享这个我最近最宠爱的钢铁侠墨镜，就很厉害的，就是现在呢由于没有紫外线所以很痛苦的，如果一旦有紫外线呢它就变成黑的，就变成墨镜，我就很痛，就感觉我是钢铁侠上的，你觉得呢？就是这个在室内呢它就可以当平光镜塑眼镜，这样挺好的，就大小刚好，因为我脸比较小，然后眼睛比较小，所以就不能戴太大的，比如说这种透明的眼镜镜框我戴太大反而显得你的眼睛更小哦，所以这就很适合你，很好看。好，下一个也是我最近很宠爱的，就最近很流行的这种贼小的眼镜，都恨不得就这样挂在鼻子上，就穿搭什么的，就你衣服穿得再丑，你只要戴上这个墨镜就感觉哇塞时尚达人，好吧。我还有副黑色但找不到，就先给大家看这个白色，最近我也戴了很多，我觉得这个墨镜这两年必须是要人手一款的，好吧。然后这个也是 GM 他们家最经典的一款吧，好看，上套我就感觉我是巨星。还有这个哦，这个会有点女人，会有点小气质，就穿一些夏天的这种小吊带啊，或者是衬衫啊，稍微成熟一点或者清爽一点都可以。这个是什么牌我有点忘了，但是我觉得很年轻，很时尚，很清爽。怎样看呢？它也能看到我的眼珠子，对吧？应该挺淡的，就浅浅的颜色。我觉得看起来就是会很温柔，又很适合年轻的女孩子。这个眼镜我当时觉得蛮好的，因为它的镜架是绿色的，然后眼镜呢又是这种很暗的豹纹颜色，是 Bambi 的一个颜色，我觉得很好看。墨镜戴这里不爱，现在是不是要跟你讲话？戴上去。哦，这个眼镜，就那种古代那种芝麻官旁边那种，长得跟是那种师爷，你们知道是什么样的吗？就这个样子。或者扮一些什么算命骗子啥的，也是这种。这个是很过分哈，就我一个朋友啊，说他对他来说比较过分。有个朋友脸巨大，然后戴着他们墨镜来我家，我说你对自己是有什么误解？那怎么问出去这个墨镜不适合你？啊，你不觉得很时尚吗？很有特色吗？就是很时尚，很特色。跟这脸，这脸盘子戴它就太勉强。然后他就你试，然后他要不你戴一下，我一戴，哇，戴戴真的好好看哦！我说那你给我吧，好吧。对，这个眼镜是这么来的。你看，有的时候想搜刮点朋友东西，要用点手段啊，学习一下吧。这个呢，我买这个我从来没有戴过，但是我很喜欢它，因为当初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少女，很有那种法国还是。什么就是法国那种很优雅的少女那种感觉，就粉粉的边，但我后来发现我没有一件衣服可以搭上，我觉得应该是在那种哦加州开着那种敞篷的跑车，然后那个女孩子穿着很那种吊带背心，要穿个牛仔裤，然后带她阳光明媚的公路上，应该是这样。哦，这个也很特别，就是纪梵希这个眼镜，这个是好像是我过生日的时候我的发小送给我的，他说他觉得我现在大小也是一个明星，怎么也有得有一个特别像明星的眼镜。我说我之前眼睛怎么了？他说我之前眼睛就是看起来都比较清淡，然后不小小的，就很安全感的，就没有这种哭丧的一条金边横在这儿。他就是这种攻击性比较强烈的这种眼睛，他就很适合我，所以他就送我当生日礼物。这个呢，是我开车必备眼镜，就这个墨镜的颜色深度，我觉得开车刚刚好。能阻挡紫外线，但是呢又不要那么深，因为有时候太深了，开车其实挡视线了，所以这个眼镜它都有点晒到有点变形了，都有点凹凸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经常放在我的汽车前面暴晒。这很可爱，我以前也经常戴，就是对我的眼，就是眼睛和眼睛大小也是比较友好，圆圆的很有特色。这个是个平光镜，然后是个素颜镜，也是 Kindle Monster， 我觉得它质感很好，就是浅蓝色，然后是磨砂黑，我觉得很轻便，日常戴也挺好的，一戴就感觉是个知识分子。这个素颜镜哦，这个是迪奥的，这个就有点像老师了，就那种很事儿的老师。哎，怎么回事，樊佩佩？他昨天每天让你写让你写，就是不写啊？成绩这么差，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？好，最后一副了，这个我要好好跟大家讲讲。很轻，
这缎布材质就很轻，它是紫色的，对吧？本来很担心会很难搭，但是你戴起来发现很好搭，超好搭，好轻，而且就是镜面很大，你会感觉好像没有戴眼镜一样，就是没有死角，上下左右都是黑色的。然后我等很久，就是我在官网上订，好像等了一个多月吧，前两天终于到。我最近应该会频繁戴它出门，真棒，因为它也没有那么黑，然后又很大，就能阻挡紫外线，总之就是很棒。诶，差不多了，今天这个眼镜分享就到这里。我今天戏有点多，希望大家多多包涵，好吧？那这么说了，拜拜。